欢迎收看《现场美食》，我是大嘴，又出来给大伙觅食了。导演，今天咱们找点啥？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啊，咱给大家搭腾个备年货的地方。哦，备年货？哎，那好，那今天是备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家呀，过年时候都会吃。哦，但是现在呢，在家做太麻烦了，所以很多人都不做了。哦，今天就是咱打拼，就是现成的，是吧？对呀，人家这家做这个东西做了很多年了。很多年啊？都做成非遗了。哟，非遗了？那不是简单的很多年吧？但很多很多年吧？那走吧，赶快去看看去。哇，这都排什么队啊？全炸货呀！人家这排队买的啊，马上过年了，买点可省事儿了，不用搁家，咱自己家煮出来这个味儿。煮出来不是这个味儿不味儿不重要，关键是在家整这玩意儿太麻烦了。对对对对，过年的买点不省事儿。对对对对，这油锅一支，年味儿马上就来了。相信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备些炸货。之前大家是在家里自己炸，如今生活节奏快了，不想麻烦就买现成的。我们今天替大家打探的是一家清真档口，主营的就是各种牛肉类的炸货。每到春节前，小店就会异常忙碌。他家啥好吃？牛条疙瘩、牛肉丸子。我买点牛肉丸、牛肉条。牛肉条啊，反正过年了嘛，想着在这。啊，在家里边一炸特别油，还不如在这买一点回家了以后过年了一吃干啥非常方便。蒸个扣碗啊，或者是做个烩菜啊。小店里有用牛肉炸制的各种丸子和酥肉，大家推荐最多的是牛肉条，不少人都是奔着它来的。牛条最好吃了，牛条最好吃了啊，牛条还可便宜。这个牛肉条，牛条。这是纯肉啊，这纯肉，它是外面挂的面糊，其实很薄啊，你看。对，可好，它纯肉，里头全是肉。它的面，它这挂了浅一点儿。那像这牛肉这个东西，做好，它会可干可柴啊，我说这个东西。可好吃，不会，48一斤。哎，48，别地方都60了。牛肉还最低38的，最低38的。那说牛肉还80的。对对对对，那要说它这个价位真的是可以，它的价位可以。过年的不想炸的，都能买的回家一过年得了。过年也是省事儿。这点都是备年货的，都备年的，它价格也便宜，适合咱们一般的消费，40多呀，适合咱的消费。这个现在这东西不都是骗子，骗咱就吃。你们几位这个带货能力可以，我就站这一会儿，来，我还没吃，现在已经有购买的冲动了。哇，这个谁来弄个家？没事家先看看。没事家，没事家。哎呀，这话听了开心。哎呀，这是刚人家刚炸的，刚炸出来的一锅。对对对，这个是牛肉条。啊，这是销量冠军。哦，我说人家店家这摆着有讲究的，第一名是摆到第一位的，这是销量冠军。啊，这是第二，这是第三。哦，这个全是牛后腿肉。哇，还热乎着呢，还有点烫手呢。嗯，其实稍微再放凉一点，外面更焦啊。要刚炸还热，更炸肉，我看看。嗯，能看见。哇，肉块还挺大，它这料香味还挺香的啊。刚炸还肉，里头还挺嫩的啊，吃上去确实也不塞牙。它那个牛肉不老，它嫩，要是老了不好炸，不好熟。它这牛是小牛。调酒了，好几炸的去了，老酒都不行。老酒都不行。而且它牛肉味儿，你看吧，它牛肉那肉本身，那个牛肉味儿特别香，特别浓。这里的牛肉条48块钱一斤，而且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肉眼可见是欠少肉多。看到肉啊，你看这个真是肉多。肉多，对，它外头这个芡很薄一层，这用的是后腿肉。对。哦，这条也粗啊，这大口吃肉这感觉是吧？就你看着都过瘾。哇，牛肉条出锅啊，好厚实、好粗的牛肉条啊，实打实的纯肉啊。哦，这边等于两口油锅，那边就是先炸一下，到这边再复炸一下，是吧？对对对对。哦，咱这个总店在老家博爱，将近20年历史了。现在这个你们这炸的量要比平时要多不少吧？那肯定多，现在一天估计成品咱要出要7000-8000斤。1000-7000斤？对对对，一天不停式的，从早上开始一直炸到晚上。
除了牛肉条，店里还有另一种用牛肉制作的酥肉，名叫黄焖肉，价格也更便宜一些，30块钱一斤。这是肋条肉。肋条肉是吧？哦，那是牛后腿肉。这是第三名。这是第三名，也是前三甲。就第三名比第一名的肉稍微少一点，所以少一点，少一点，这明显能感觉到啊。你看，但是它也能吃到肉香啊。你要是不是说特别介意的话，不是说那种特别爱吃肉，像我这样，其实买这个性价比也行。牛肉条口感筋道，最适合做扣碗蒸着吃。黄焖肉用的是肋条肉，肥瘦相间，煮着吃更香。熬菜用这个，熬菜用这个吧。哦，有讲究啊。要炒的白菜蘸着粉条往里一蒸，可好吃，可好吃。哎呦，这不是可以了。可以可以。当然，除了酥肉之外，春节的餐桌上也少不了象征着团团圆圆的丸子。店里的丸子有好几种，比较受欢迎的是精品牛肉丸。他那个丸子炸的可好吃。那他丸子不加工直接吃有味没有？可以啊，回家要是有油的再过一下油，哦，外边是焦，里边是挺糯糯的，好吃。糯糯的，老年人也能吃这个东西啊。能感觉到那个丸子里的肉吗？啊，能感觉到。它那有少有多。丸子呢，它是都切成肉丁了。我吃之前让大家看看吧，里头这个泛着红红的这个颜色，这就是小肉丁。哇，来一口。嗯。有点筋道的口感啊，外头这炸的那已经酥了，嗯，它这个单吃味儿都可以啊，也不油，你知道吗？精品牛肉丸40块钱一斤，店里也有更便宜一些的四喜丸子，这个含肉量相比精品牛肉丸会少一些。作为一家来自博爱的老店，这里也有些咱们平时不常能买到的丸子，比如这个绿豆丸子，跟咱们印象中的绿豆丸子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个炸法跟咱郑州完全不一样。我看这里面为啥包的还有整个的花生啊？是花生米、干萝卜片、红薯粉、绿豆面掺到一起，咱们的调料炸的，炸干炸透。哦，这个等于纯素的，这是纯素的，它吃的是焦的素的，然后煮一煮就发软。这个现在吃有味吗？这个有啊，有味儿啊，能吃吗？可以啊，你拿一个，真的我不骗你，你尝一个你就知道。啊，这个反正这个丸子的这个造型啊，它不是很圆，它不能圆，它有花生米，有花生米是吧？哈，对，不带规则，你看。对对对，但是下面真的有花生米，这肉眼可见的能看到整颗的。虽然是素的，有点焦。哇。嚼吧，真的越嚼越香。确实越嚼越香啊。嗯嗯，哎，真可以。我说他家这个就是干吃，做菜都没问题。哎，这个丸子为什么这么白啊？这个丸子是牛油炸了，咱是最传统的这个博爱丸子。博爱丸子汤应该在郑州不陌生吧？嗯嗯嗯，它就是博爱丸子汤的原材料，就是这个。其实它是炸干了，把肉都炸干了，没水分。哦。耐放。耐放。但是香，吃火锅把它放进去也可好吃。这里丸子的种类还真不少，临近春节，如果家里不想麻烦，也想买些现成的炸货的话，不妨到这儿来看看。新店来尝鲜，吃货不踩雷，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我是孟涵。今天我带你去找一个很特别的店。嗯，它是郑州日料热门榜的第一名。日料啊，好久没吃了。虽然是日料热门榜第一名，它卖的可不只是日料。那它卖啥呀？你可能会很意想不到，就是在这个店里居然会卖这些菜。我的天哪，你要不说我感觉这家店小的可能我就一走而过了。哎呦，已经坐满了，这都吃的啥呀？走走走，我们赶紧进去看看。等，先别进来。我发现有个问题，导演，这家店特别小，这门都打不开，推门直接就碰着人家顾客的椅子了。拉吧这个门。哦，是这样的吗？哦，原来这个才是这家店的打开方式。但是这也太小了吧，这店！我跟你说，不仅门头很日式，里面的这个风格就小得很日式，就是那种寸土寸金。来香香美食这么多年，我拍过这么多店，我从来没有遇到一家店像他们一样，就是主持人在门口说话进不去。
你看它上面挂的这些喝的呀，什么莫吉托呀、威士忌呀、香菜牛肉、馄饨。馄饨。日式风格的小店，有点深夜食堂的感觉，坐满了人，但是卖的却是馄饨、肉饼，所以这个店还真的是挺有感觉的哈。它更像一种就是那种融合的那种菜，还有一些你看日料的那种烧鸟的那种菜，比如说烤鸡腿串，还有那个烤的那个鸡皮，它还有中式的烤串，比如说还有腰子、有羊眼、还有羊肉串，它就更像一个。那也是撒孜然和辣椒粉。对，很自然撒孜然和辣椒粉，就是更融合一点。平时很多店里边咱都能吃那种很地道的，咱捞整流的烧烤了，为啥要来这儿吃他们这种等这么久还这么挤？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它这个食材确实不错，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在一家店体验两种烤串的这种融合的方式更好。那比如它主食就很有意思，它两种主食，一个是鳗鱼饭，一个是馄饨，对不对？更像是中式这种结合融合这种，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的方式还挺不错。谁能想到，在这样一家有着日式居酒屋风格的小馆子里，卖的竟然有馄饨、门厅肉饼，甚至还有烤腰子、烤羊眼，瞬间就结上了咱的地气儿。在老板的眼里，他可能也没把自己当做一家日料店。不是日料店，不是日料店，我真不是日料店，但是吃不清啊。日式风格的装修卖中国菜吗？对，你见哪家日料店里头卖馄饨的？而就是这样的一家小店，想吃上饭可有点难。没有位置，这会儿我等个半小时，肯定这边已经等了两桌了。好，那算了，改天了。哦，改天，马上等我扩建了，大家就真的不用排位了。听到了没？这个就是他们店的常态，是吧？我没想到你们今天也会来，我那会儿我已经是在外面一直在等着客人。哎呦，不好意思，抢了大家的位置，实在抱歉，但也不会走。你以为不走就能吃上啦？我们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为啥他们吃上了都走了？你们因为这是第二桌，我们是第四桌，所以只是进来有位置。对，只是进来有位置。但是你进来有位置，并不代表你有食物。对，那还不走？肚子还不嗷嗷叫？好吃的值得等待。等味等餐咱也不说了，你以为点上菜就很容易？每天的这个菜的这个菜码不固定，所以菜单就不固定，所以就没菜单。没菜单。老是这样的问这上头的东西要，我说最后我就说，我说这广告牌没东西，实在是没办法按照那个东西走，就来不及。来这儿吃东西就是你摆什么，我们点什么。对，就是第一轮的客人是想吃啥有啥，后头的客人就是基本上就有啥吃啥。搞得就跟那种不太完善的自助餐一样，来的早的第一波选择的种类多。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那种，就是真的没服务，因为人太少，而且店太小。别看店小，等餐慢，还排队，来的可都是中粉啊！前两天我就打电话问了一次，那天是没有开业，然后今天又打电话问了一次，说了我说能不能留两个位子，然后他说只能说谁先坐这儿了，谁先那个，一下班就赶紧窜过来了就。下一次还会来吗？下一次会跟朋友过来小酌一下。就问人家下一次还会不会来，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家店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对。不过不用担心，等你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这个店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我原来在路边的时候叫野摊，自来也其实就是自己从那个来自野摊的这个2.0版本吧。然后马上可能就是再过，应该是春节以前，那就往旁边就升级成3.0版本了。今天只能是集集了，要不然行啊，谢谢。好多人推荐他们这儿的馄饨，应该也是他们店里为数不多的主食。但看上去这个馄饨真的是那种皮儿薄馅儿足。听说这个是牛肉馅儿的，我人生当中还是第一次吃牛肉馅儿的馄饨。好吃的，导演。它的皮特别滑，然后在汤里面泡的时间也挺久了，但是吃到嘴里就是不浓，很紧致的感觉。它是牛肉的，它口感上会更筋道一些，而且它的馅儿也很多，主要是它的皮很弹，馅儿又很紧致，又是牛肉馅儿的，没吃过，所以一口下就觉得很过瘾。还有就是它这个汤，我觉得应该是清汤加了一些胡椒冲出来的，就是喝上去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样的组合还真的是一次挺不错的体验。是你自己包的呀？自己盘的馅儿，自己包的。哇，您这汤是什么汤？鸡汤，纯鸡汤，老汤加新汤，然后每天就是熬。我跟你说，就只奔着这一口馄饨，我觉得真的可以吃，好吃。试试时刻心中的第一名和牛串，肉挺厚的，而且铺满了黑胡椒。
咬着中间不是那种嫩的，是耐嚼的。黑胡椒的味道非常重，我觉得整体来说它在嘴里嚼起来非常香，这个肉本身烤出来很香，就是那种浓郁的黑胡椒味。再试一下他们的羊肉串，这个羊肉串就真的很日式，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还是挺好吃的。好吃在它的肉块比较大，比平时我们吃那种传统的店里边的烧烤会更过瘾一些。然后肉呢本身也很香，没有很浓的膻味儿。但是我也要说一下，它跟我们平时吃的羊肉串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它不会爆汁儿，它不是那种明火炭火烤出来的，所以你要吃那种味道的话，这儿没有。门钉肉饼，我这闻着是刚刚烤出来，非常香哈。我们趁热来一口。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饼，我觉得它的表皮很焦，挺咸香的，跟我们平时吃的肉馅饼其实挺相似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这个饼做的小了，做的厚了，所以你一口下去口感上会更加的过瘾一些，更紧致一些，更筋道一些。反正它其实就是一道很地道的中国的小吃，但是你在这样新店来尝鲜，吃货不踩雷。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我是孟涵。我们的口号喊得非常响，吃货不踩雷。那今天我感觉好像这个苗头有点不对哈。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一家听说重庆来的排长队的网红美食，知名网红都去打卡过，但是我发现我们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导演。我们不是看走眼呀，我们是不识字儿啊。原版是三姐，这家是三妹，不是一家店，亲们。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想要跟那个有什么联系，对吧？是我想太多了，是我想。奔着啊，替大家来打探新店，看看踩不踩雷的这种情怀，我们今天就来了啊！走吧，不说了，走。这家店空间很大，装修氛围也有在努力往川渝风格上靠，人气也不错。不过论好吃的火锅标准可不只看这些。咱们这儿最辣的锅底牛油红锅，就不要那种鸳鸯锅。我去重庆旅游的时候，人家说鸳鸯锅都是点给外地人的。看到价格之后，点牛油的是最贵的，59一份，两个鸳鸯的都是48，好像不是太便宜。我们就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我们点个骨汤的鸳鸯锅怎么样？对对对，重庆有一种特色的辣叫孕妇辣，你不晓得吗？还真不知道。重庆点菜小技巧，你学会了吗？锅底价格虽然有点不菲，但是涮菜倒是不贵，特别是特色的牛肉系列。他们这儿有一个单拎出来的牛肉的世界，牛奶嫩牛肉，这个我好想吃啊！我也想吃这个。这一个类目全是牛肉，只要十几块钱，惊呆了。进入到牛肉的世界会怎么样呢？爽吗？是不是很爽？没有吃到重庆人吃火锅的精髓。精髓是啥？你说是啥子？是蛋炒饭。是蛋炒饭。这有吗？没有蛋炒饭。皮蛋丸子共
菜丸子用的是干贡菜，还有炸蛋、只在四方、双椒牛肉和一些素菜。我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看上去真的是很新鲜，但是也要吐槽一点，上菜是真的慢呀，了有30分钟靠上，还没有齐。我们点的荤素都有，都是店家推荐的一些特色菜。新店还有19.9到50花的代金券，200多这么多菜，其实人均并不算高，性价比4颗星。先开吃，贵倒是不贵，分量也的确看着有点袖珍哈。上面铺满了新鲜的红椒和青椒，我们先尝一口味道怎么样？这牛肉特别好熟，我们就涮到这个辣锅底里，先尝一下锅底的味道。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我觉得它锅底贼厚实，比较厚的一层油哈，很浓。空口什么料都不蘸，尝一下锅底的味道。哦，好嫩，好弹。这牛肉应该是提前腌过的，挺辣的。嗯，很香。第一口吃的不咸，第二口都有点上来了。我们没有特别交代的情况下，挺辣的，我感觉像中辣。对，我感觉有点辣。对，偏辣，但是我可以接受。炸蛋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自己在家里边也做过，我觉得来这儿吃可能就吃个新鲜，很少有火锅店给你提供这种东西的。我刚才悄悄尝了一口，趁热吃挺香的，但是炸蛋涮火锅咱没吃过呀，其实就过个味儿，你知道吗？这鸡蛋本来就是熟的，一般都在螺蛳粉里，好吃吗？不怪，不怪，我竟然觉得有一点好吃，但是这个鸡蛋本身的油味儿、蛋味儿太浓了。浅涮一下，其实这个火锅的味儿是在表面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加了有贡菜，所以鸡蛋是软软的，外面有一些韧劲儿，因为很辣，刚才那一口很辣，筋筋脆脆，很鲜明的对比，所以口感上是有起伏的，我觉得很好吃。由于锅底牛油味很给力，所以吸饱了汤汁的炸蛋很香，麻辣各味，第一印象很不错。欢迎来到牛的世界，精彩即将开启。这个丸子里头是皮蛋，没见过。对，它这个皮蛋肉丸子吗？没有，包括那个贡菜的。这个丸子好，咱俩一块儿试，来吧。我也想吃。现在油碟会没那么烫，太烫了，我天哪！一会儿油走了。就应该是贡菜丸子。就是丸子，没啥特别的，增加了一些牛油的香味。我觉得我主要是想吃这个贡菜和丸子结合在一起的口感，但是它一涮它就没有了，所以其实这个快感，口感上的快感你体验不到。然后单独吃这个丸子呢，它不难吃，但是也没有惊喜感。双椒那个是包在里面的，可能会好一点。双椒的你能认出吗？烧焦皮蛋丸子和刚才那个贡菜丸子用的底下的肉还有调味都是一样的，肉馅丸子它不是很筋，也挺香的，咸味稍微有点过，就是那种四喜丸子的口感。那皮蛋呢？完全没有存在感。我们单独点了一份牛奶牛肉还没有上来，但是我们的这份志在四方里面有牛奶口味的。其实它这个片儿有点小，就是5小片肉。正分底牛奶牛肉是这样的，都快吃完了才上，以为牛奶用完了。这是洗过牛奶浴的牛肉，滑进去试一下。这肉它假，你不觉得吗？就是它软弹的有一点点过分。对，有点太嫩了。腌制，然后就把它腌的有点不像牛肉的纹理了，对，特别滑。牛肉口感都一样，越吃越没肉味。牛奶牛肉可以吃出牛奶味吗？是我的错觉吗？一样的嫩，一样的滑，我好像真的在牛肉里面能感受到一点点牛奶味儿，它会被外面的味道都夺走，不应该感受到这个牛奶，所以是心理原因吗？是的，是有一点，是真的有，是有一点说不清楚的香浓，真的，会有一点点。吃完了有话门口说，今天给大家打探了一家从重庆来的火锅。我觉得它这个锅底的味道呢比较重庆，锅底呢比较辣比较香，就是我们今天好像
看似点了很多的菜，但是有重复的，吃来吃去好像就那么几样，没有吃过瘾的感觉。另外它这个单份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它这个分量也的确不是很大，所以三个人就目前我们今天点的这些来说肯定是不够吃的，等待的时间是真的久，环境呢也比较敞亮，所以我们给它打个3.2颗星。感兴趣的朋友，想吃重庆火锅的朋友可以来打卡一次，可以来打卡一次。这家火锅店锅底不错，涮菜一般，地址位于郑州市东风路与花园路交汇处西南角，山美火锅。进店来尝鲜，吃货不踩雷，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我是孟涵。今天呢，我跟着导演来到了菜市场，这是西郊的一个老菜市场呀。啊，你好，你看就在这儿，特别容易遇到我们的忠实观众。目测也是去菜市场里面购置过年准备吃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在菜市场里啊，就是咱过一下一个肉瘾。哎，这个好。但是导演，你说咱们今天来菜市场了哈，这菜市场里边鸡鸭鱼那么多，咱吃这么多年都吃过了呀。像今天这个店的有些新品类你真不一定吃过。但是导演说我之前没吃过，我还真的得赶紧去看一看。走，好歹咱的主持人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导演居然卖关子说可能没吃过，这个呀感觉有点糊弄玄虚了吧。先说一下今天的位置啊，是在农业路桐柏路附近的猪屯农贸市场。我进来就看到了一家排长队的，目测就是这家了。你看这过年的盒子都已经准备起来了，装肉的。你好，哎，在打电话啊。你好，以前是不是没啊？是的，经常看我们节目。对对对对，天天看，我跟你说，真是天天看，尤其像那老公特别好看，我也看着流口水。我也特别喜欢看大家给我们推荐好吃的哈。板鸭，嗯，这是热吃，非常好吃的，风干了以后，风干时间长，板鸭是香辣味的，就是甜口，我比较吃甜口的多少点。甜口的板鸭，这是南方的那种做法吗？有点像，有点类似，但是也不全是。除了甜还有什么味道？说不上来，有一种那种香味儿。嗯，可能用了哪种料咱也不知道。但是湖南的板鸭啊，湖南的板鸭，经过风干，然后经过风干了之后，然后腌制风干卤煮，然后呢最后成为成品。甜辣味的风干板鸭在北方啊确实是不多见的，这个多少有点新意了。由于是新店开业做活动，香辣板鸭原价29，现在卖20块钱一只，这性价比给个4颗星没毛病。哎，今天买了什么？没买了鸡子、烧鸡，还有什么鱼？这怎么还配个小料汁儿啊？啊，这些蘸着吃呀、热吃，热吃都行啊，热着吃。对，它是烧鸡吗？烧鸡，烧鸡一般大部分很多都凉着吃，烧鸡热吃，热着吃，对，挺好。是买回去老板给您加热一下。本来是在汤里，鸡子它是热吃，因为我看它泡在汤里。哎，对，很少见这样子的烧鸡，感觉肉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但是骨头也香，骨头也香，嫩吗？它这个肉，挺烂的。这个它有那个里边那个汤汁儿、料汁儿，它出来了，非常香。啊，老少皆宜，都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这个季节反正吃热了会好一点，像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凉的可能会好一点。热着吃会更软吗？对，热的会，热的肯定会更软。就是口味是偏辣的嘛，就觉得是川菜，但是又不是传统的那种感觉。是川菜又不是川菜的体验是什么？同样花同样的钱，一般的店达不到这个满意度。经济实惠的街坊老店有哪些实力老菜？从开业到现在，点击率最高就那个菜。好店帮你搜，聚会餐厅您会怎么选呢？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凉的口感会好一点。热着吃会更软吗？对，热的会，热的肯定会更软。泡在汤里售卖可以热吃的小笋鸡，口感软烂，适合老人孩子食用。19块钱一斤的价格，那也是相当的亲民接地气了。除了香辣板鸭和热吃的烧鸡，我就好奇了，店里还有什么大家选择是比较多的呢？要酱牛肉吧，应该酱牛肉是最好吃了。你觉得酱牛肉好吃到哪儿了？酱牛肉味儿还比较足吧。然后呢，就是，反正我吃好吃的在筋呢，挺烂的。比较烂又比较筋。就是带着那种筋，中间不是带着腿糊吗？
带筋的，吃着挺香的，颜色浅，其实味道也进去了。酱牛肉会不会看上去更有食欲一些？而且它那个是那小腱子，应该是，不太懂是不是小腱子？我也不懂。那筋一层一层的，喜欢吃那种筋加肉的。对对对对对。你觉得价格怎么样？可以啊，现在生牛肉都多少钱了呀？是不是？那酱牛肉也是精选了黄牛肉，然后有前腱后腱上等的优选食材，蒸的时候就是把上面的肉皮肉筋包括外面的那个肉上面的内膜都要给它分割完。这个牛肉从前期的精修前加工到腌制到卤大概需要7-8个小时，然后还要再焖一晚上。这连筋带肉的酱牛肉看着呀就让人口水能流2斤呢。小店里的精品酱牛肉卖95块钱一斤，普通酱牛肉85一斤，价格呢算是正常的价位。而味道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咱就让孟涵好好替大家排排雷。我第一次吃这种，这算是风干的鸭子，让我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看这一块，比较筋，但是你嚼起来呢又觉得是绵软的，因为我这一口下去连皮带中间的这个瘦肉还有肥肉就一刀切了，所以嚼起来肥的部分就是绵软的，而且很油香。所以第一次吃这样的口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皮是薄薄的一层，它底下瘦肉的部分就会相对来说非常筋道了，瘦肉部分的咸味儿还有它筋道的口感中和了肥肉部分的软的口感还有油香的那种腻，所以整体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刚刚好，很神奇。这个很建议大家尝试一下，算是一个很新颖的很不错的体验。来吧，好多人推荐他们家的酱牛肉，喜欢吃这种连肉带筋的，我找一块卖相好看的，你看，哇，来一口，过年真的是少不了这一口牛肉。哇，好过瘾，满嘴都是肉，肉筋的部分呢比较耐嚼，然后也很入味。瘦肉的部分呢，它虽然是纯瘦肉，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干柴，反而是很细腻的感觉，也很入味儿，但是不齁咸，然后很软，但是又有筋道的口感，好吃。酱牛肉的味道绝对在线，没毛病。香辣板鸭，由于是风干的，就看您个人的口味选择了。那走吧，有些话咱们留到门口说。吃完了，有话门口说。今天给大家打探了一家可以吃肉吃到过瘾的店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荤菜的品种真的是很多。先说一下这个不会踩雷的酱牛肉，属于口感味道都在线。另外呢，两样我个人感觉是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特色的。首先这个板鸭呢，它就适合。就是那种喜欢吃筋道一点口感的，然后尝鲜，还有泡在热汤里可以热吃的烧鸡，真的是老少咸宜。价格方面呢，我个人感觉在市场里面还可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儿过一把肉瘾，我们给它打星3.7颗星。节目的最后还有免费的福利送给大家，原价29一只的香辣板鸭一共30只，您现在只要打开香香美食小程序就可以抢福利了。欢迎收看《香美食》，我是小乐，好店帮你搜，好美食在街头。哎呦，你看这声音听着很熟悉哈，今天又熟悉了，很抠那个导演。你把下句、这句话掐掉，哎，不抠。今天咱们要吃点好的了，今天这顿饭你要再说我抠，有点小乐、就是没良心。你的良心在哪儿？今天吃点什么？今天咱们去这家店就在这个附近，它、这个身后有特别多家店，对吧？很多店铺在一块儿哈，但是他们家店就一直就是能在这儿稳居排名榜。哟，那还有就是大家的评价还不错，是吧？不仅评价不错，而且人气也不错。然后他们家的菜品的价格跟他们那个性价比一直都特别受，就附近的人的实惠，实惠哦。没多久就要春节了，在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家人都开始张罗着聚会了。今天就帮大家打探一家适合聚会的老馆子。这老客辛苦。以前来这儿吃过，来这儿吃过哈。对对对，那应该您点的还都是他家比较传统的一点的川菜。对，那个之前他家招牌菜鱼嘛，吃过一回了啊，吃过一回，吃过一回啊，那个味道挺不错的。因为有了川菜，味道就是直咸直辣或者直麻那种，他家味道还可以，风味感比较分明，就是口感来说比较分明，口感来说啊，对，口感来说比较好。
那由于这个菜看着很普通，吃了还可以，比较家常。我看着这菜应该就不普通了，因为里面就剩点配菜了，主菜全吃完了。您平常是来这儿的话，就餐的话是跟家里人居多呢，还是跟朋友？跟朋友不爱吃的，吃就约上两三个好友。对对对，就是口味是偏辣的嘛，就觉得是川菜，但是又不是传统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咱们大家了解的川菜应该是比如回锅肉啊什么的。回锅肉，那不是他们有吗？是川菜吗？有。就看菜单上有一些川菜的一些种类，但是好像不会太过辛辣，对，好像是改良过的那种感觉。就是您说它口味是怎么样？这种就是没有特别辛辣，可能符合我们就蒸肉肉的口味。泰安鱼吃的口味是什么口味？麻麻的，有一点辣味儿，而且它这个鱼是外焦里嫩。这个鱼它泡到汤汁里是外焦里嫩？对，还是外焦里嫩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但是吃的时候外面还是有就焦香的感觉，就皮儿那点还是能感觉到焦焦的哈，不是那种特别辣，但是它就是焦麻，就是比较麻，然后吃完之后嘴唇还有一点麻麻的感觉。但是它要是跟川菜比的话，传统川菜去比的话，传统川菜的话可能就是那个辣感会更强一点，就吃完胃里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这个不会，就这个是能接受得了的川菜。对，就是比较适合河南人吃。泰安鱼是他家的名牌，名牌啊！从开业到现在，点击率最高就那个菜。为啥这道菜能扎得住啊？它一个工艺复杂，再一个它带汤，带汤啊，对，它下饭。你吃个米饭，它那个泰安鱼那个汤舀点汤啊，对，又起到一个菜的作用。另外，它那个鱼论，我挺特别口感特别。它里面就皮儿那点还焦。外焦里嫩，那怎么能放到汤汁里还焦呢？对，它那个炸就火候，你不能同时在锅里一块儿放，你出油锅，马上，入盘。泰安鱼是这家新派川菜的招牌，不仅分量大，卖相和颜色都很讨人喜欢。你看它这个菜炒的，我觉着啊，你看颜色也有，香味也有，而且呢，这个厨师的匠心在哪儿呢？你看它炒的就。应该一般烧的它都有汁儿，对吧？有油打的，对吧？对对对。你看这个，对它煸出来以后香味有，然后茶树菇的香味特别足，就是增加了一些鲜味儿，我觉得。对，而且肥肠本身没什么鲜味儿，而且它不油腻啊！你看着它油亮油亮，但是它不油腻，营养价值也好，食补为主，而且呢又把这个香味儿给突出出来了。我看来你们哥俩老在这儿聚。反正是个据点，经常来，是一个喝酒吃肉尝尝新鲜菜的地儿。它这个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同样花同样的钱，一般的店达不到这个满意度。满意度，你比如说就是大概花多少钱呀、啊？达到什么满意度？你会人均消费达到50-60，你就吃到一般来讲别的饭店100-120的地方。哟，那这个性价比看着还不错哈、你这个量你看，你有四个人、三个菜，来一个汤。完全可以啊，对啊，基本上你会不是饭量特别大，吃过茶树菇，这个酸萝卜羊肉，啥酸萝卜羊肉，就是这季节正吃的时候，茶树菇炒大肠、酸萝卜羊肉等都是店里的招牌，很多老顾客来这儿都是点名要吃的。点了十克比较推荐的菜啊，一个是这个泰安鱼，一个是这个茶树菇肥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酸萝卜羊肉。这几道听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啊，猛一听也就这泰安鱼跟这个川菜比较近。咱们看看这个啊，这里面有放了一些尖椒啊，这个红尖椒和绿尖椒，然后里面加一些鹌鹑蛋。当然了，这主菜啊就是它这里面夹的鱼块，你单看这个鱼块的话，有点像咱们说那种稍微裹点粉的那种红烧肉，用个头来说的话比较大，但是又跟我们平常吃的鱼块来说的话又比较小。咱们尝这个，哇，这泡的可是有时间了哈！从我们端上来到拍镜头到现在，我觉得约估摸着也得有20分钟了吧。这皮儿还能感觉到里面焦的，它不算是咱们说那种焦脆，而是有点像咱们吃那种老式酥鱼的感觉，就里面是带着蜂窝状的。这蜂窝状的这炸过的这鱼块哈，又放这汁水里面吸这个汤汁的话，里面是有点那种小爆汁儿的感觉，但是又完全又不太一样。但是味道来说，我觉得他家绝对算是重口的，但是重的是会让你觉得很过瘾，因为这个麻味会偏重一点哈，辣味稍微会弱一点。整个来说的话，我觉得麻辣应该是咱们说的7:3。泰安鱼的焦酥和大厨的制作方式有关系，鱼块和汤汁是分开制作的。炸好的鱼块要先放凉备用，利用这个时间制作酸辣微甜的汤汁，热乎乎的汤汁快速地浇在金黄的鱼块上，这样既保留了鱼块的焦脆味道，也包裹住了鱼肉。
猛一下还真看不出来哪个是肥肠，哪个是茶树菇，但是仔细看哈、会发现肥肠的影子在这儿等着呢。哇，它还不完全像咱们说的那种干煸，你看它是有嚼口的肥肠。这道菜啊，咱们再说这个口感丰富，它皮儿是脆的，就是里面是算是炸的比较硬了那种感觉哈，但是里面的这个肥肠，咱们喜欢吃那种韧劲儿，它是有的，里面是韧劲儿，外边是炸焦的，里面要说汁水的话其实不算是特别的多，但是口味上我觉得比较不错，它跟干煸的感觉又不一样。茶树菇肥肠是这家店自创的搭配，油炸定型，干煸入味儿，羊肉味比较足，但是加了酸萝卜之后，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口感了，多了点那种酸香的味儿，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而且膻味压得比较不错哈。最关键的哈，羊肉比较新鲜，咱们要尝尝这萝卜，这是出味儿的关键哈。还有点像果冻那种吧，整个来说的话，酸味入得比较足，萝卜的口感比较独特，再加上这羊肉的比较鲜美，我只觉得冬天啊，喝上一碗汤比较满足啊。今天导演不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之美食大测评，尝尝中不中。那咱今天尝个啥？快过年了呀，飞哥啊。对啊，过年一般咱都得吃鱼啊、年年有鱼嘛。对对吧，你平常吃鱼都咋吃？清蒸、红烧、烤鱼、炸个鱼块儿，没了是吧？那基本上就这些吧。咱今天吃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一条做法稀奇，而且还是一道地方特色。今天要吃的这个鱼到底长啥样呢？走，咱们就跟着飞哥去一探究竟。这个鱼非常好吃，鱼好吃啊！我们就是找鱼的。你吃着这鱼？对，就这个鱼，用这个荷叶包这个鱼好吃。哦，你要不说的话，我真看不出来那里边是条鱼。我们来这烤这里就吃这条鱼的。哇，就是荷叶一般包个粽子啊，荷叶包粽子，荷叶鸡，是吧？荷叶鱼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也没见过、也是朋友推荐的啊。乖乖，荷叶鲍鱼这造型还真是挺特别的，那到底是怎么个吃法呀？这个算是叫做它的荷香酥骨鱼，对对，是吧？它骨头是可以吃的，是直接都嚼碎了，嚼碎了啊。对哦，所以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鱼刺扎着了，不用担心，特别酥，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荷香的味道，真的有荷叶的清香味。对，荷叶的清香味啊、特别好啊。一条多少钱啊？不要包装盒的话都是25，加个包装盒的话都28一条。这是什么鱼？这是鲤鱼啊，鲤鱼做的、就是鲤鱼。哎，对，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什么都是。哎，这是哪儿的吃法啊？这个是山东那边的。真是山东的？对，是山东的。对对对，用大明湖鲤鱼和荷叶，是吧？根据老济南春节做酥锅的方法做的，还真的是来自大明湖畔的传统做法。不管乾隆爷当年是去大明湖畔干啥，反正咱们今天是一定要帮大家伙尝尝这个济南的风味了。而且我们发现这条鱼除了骨酥肉嫩之外，里面居然还藏的有东西。它有花生，有些花生。花生在哪儿呢？都在鱼的肚子，鱼肚子里边，肚子里边有花生。鱼肚子里头有花生？对，他老板把那花生放到那鱼肚子里边搞。是这做的时候直接塞到那个鱼肚子里头去了。对啊，花生吃出来鱼味儿，鱼味儿。对，还有荷叶的味道，那是鱼香花生。那真是鱼皮花生了，鱼香和花生，鱼香和花生。外面包荷叶，里面藏花生，这条看似简简单单的鲤鱼做法还真的不简单。而且我们更好奇的是，这个来自大明湖畔的荷叶鱼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咱俩衣服很搭配的，很喜庆。对呀、红配绿。这已经直接开始炸了，这一步主要是定型。对对对对。当然油炸还可以有一个去腥的作用。对对吧？炸香嘛，还炸香一点还有增香的作用。它要想酥的话，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步。锅一支，一炸鱼就有那个年味儿。对，那个过年的气氛立马就来了，沸腾了。用2斤左右的新鲜活鲤鱼洗净之后，在油锅里面大火进行炸制，这跟咱们在老家炸鱼备年货时候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过接下来的操作可就是真真正正的能体现出地方风格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是吧？我也找到了。对。哇、哦，这不。哦，这是鱼。哦，塞上花生，然后。哦，这有点像咱那个烙馍卷菜的卷法。哈哈哈传统做法。传统做法哈。不带你包个菜啊，包个啥都用。嗯。荷叶包。荷叶包。嗯，因为荷叶也香啊，清香味儿。因为有很多人拿那个荷叶泡水当茶喝，对对，是吧？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哎呦，粽子鱼，不要乱起名字，人家本来叫做隔香酥鱼。这个东西，这不用保密，这才是核心，对，这才是卤料的核心。你说这不告诉你，其他的你随便看，对，你自己学吧。核心技术在这儿了，是吧？对对对，没什么难的。有多少种料在里头？大概不到二十种吧，十几种料。十几种料，那接下来就要焖了，是不是？对呀，在锅里焖十个小时，它都面了。要焖十个小时？对。其实这个怎么讲哈，我吃它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对对对，我就吃完了。但住时间十几个小时呀。对啊，一分钟换一个小时。没想到一条小小的荷叶酥鱼要经过洗、炸、包、焖四个步骤。好了，这条鱼的诞生我们已经见证了，那味道吃起来到底怎么样呢？大红袍开餐啦！大红袍开餐时间到，大红袍提醒您放心好味，更红年味。大红袍开餐时间到，大红袍川味火锅底料连续五年全国销量领先。门口说哈，这个首先来讲是没想到的，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鱼的做法哈，而且出来之后呢，确确实实是能够达到骨酥肉烂的那种效果的，咸香带点酱口，整个吃起来会跟咱平常吃的那个鱼的做法味道和口感都会有不一样的，整体上的话呢是可以给到一个7.7分，年年有余。哎。收看香美食，我是小乐。中国味儿鲁花香，健康中国年，为爱选鲁花。香香美食联合鲁花，每天教您制作一道美味年夜饭。鸡大厨好，你好，我是阿恒老坛鲁侄儿，第四代非遗传人，我叫鸡志恒。哎呀，刚才说到年夜饭了，这该过年了，是不是得给大家拜个年呢？对，拜早年了。过年了嘛，你看啊，年夜饭鸡鸭鱼肉必不可少，然后呢还有吃个海鲜，上把的。素把这，海马这，有鱼没？这真里面有。今天我们给你做个鱼，有鱼就行。那翡翠白玉，你猜得上？这道翡翠白玉，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能猜出来是什么吗？等等等等，这能行吗？这过年了呀，有鱼不是鱼？哎，有鱼也是鱼，对不对？这道翡翠白玉最讲究的就是鱿鱼的发质，要使用传统的方式发，这样才能得到最好的口感。
你看我是70后啊，这个鱿鱼是在我小时候吃打新的时候必不可少了，因为在我爷爷那一辈儿，爷爷那一辈儿啊，还有在我修炖的时候就吃这种鱿鱼啊，这种鱿鱼，这是我们传统的豫菜法制的鱿鱼啊，法制的鱿鱼，这个是干的啊，干的，这个是我们提前法制好的，对，这是一个感觉明显变得厚实也更大一点，对，是吧？哦哦，它这个抹着它不脆，它是厚实很韧劲的在里面，这个是传统鱿鱼，我们这个法制的鱿鱼。大西菜子很讲究了，过年嘛，提前几天都开始长发啊！哎，对，前三四天开始发，这种冷水，哎，这有过年的味道。哎，自己去做饭，对，这才是过年呢。亲自动手，丰衣足食。鱿鱼发制好后，下一步就是鱿鱼的处理以及改刀。让我们从中间给它片开，我们用刀，这个叫偷刀，看见没啊？什么叫偷刀？偷刀它不离端它。哦，就简单的我们先压一下，对，看到没？这对，给它拉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皮儿啊，在这个已经刮过了，它不好拉了已经啊。哎，对，看这个，给它刮一下还可以。哎，把它刮掉了，看到没？把这个上面鱿鱼这个薄膜给去掉。哎，对，给它刮。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它呀？这个薄膜啊，这个首先你们去掉了，它这个有个鸡丝儿，吃出它生牙啊，就等于说它口感会影响。哎，对对，口感影响，知道吧？这鱿鱼了，我们这个还是传统的法啊，这个烧传统的烧鱿鱼，也接花刀，但是我们还是鱿鱼片传统的。鱿鱼片，哎，对，看见没？这样烧出来口感非常好。这个八珍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你看八珍啊，你看老家是吧？海参鱿鱼，鲈鱼蹄筋儿。那这就是鱿鱼，第二道就是鱿鱼。您说它还排第二位？哎，对，这口头禅你看，海参鱿鱼蹄筋炸虾仁，这是把这等等这其中一个。这道菜除了鱿鱼之外，葱姜、木耳、玉兰片都必不可少。当然了，还有翡翠。你看这个炒水的时候要打开，然后下里边，这就是翡翠。哎，对，你看，嘿嘿，你看这个明显亮晶晶的，等会儿是吧？怎么没想到翡翠是个素菜？哎，对，我们炒完水之后啊，好，看到没有？赶快用冷水泡一下啊！用冷水泡，这样它不变色，哦，颜色不会变。哎，对，这会儿我们还是不用到它的是吧？这个鱿鱼一定要放料酒啊，去腥。这个大概需要焯多久啊？这个丁卡都可以，就等于说滚开了就行了。它放着都是鱿鱼，其实已经熟了，但是我们需要碱味儿，我们洗了两遍了，然后再焯水，这个少了，就把它里面这些碱味不好的味道给去掉，对，去腥了。鱿鱼焯水去腥之后，咱就可以开始起锅烧制了。烧这个传统鱿鱼一定要先炸葱姜，炸了之后该用油了。该用油了，对，做好菜用好油啊！今天我们做菜用油啊，是用的鲁花的高油酸花生油啊，高油酸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啊，它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5%以上，你看放进去啊，就有那种我们说那种花生的香气在里面。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是我们香香美食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这道菜就是一上来之后，小朋友围着我来一块，是不是那感觉？下手你啊，你把这个葱姜炸成几块，大家看一下啊。哦，给它捞出来。对，就是把这油给熟过了。看见没？这样香。放点清水。对。好。然后我们加入鱼来片，先烧着啊。要想这个味道出现这个鲜味儿哈，对，这个步骤又香又鲜，对，就这感觉。然后放入盐、鸡精以及生抽、老抽调味儿，下咱的白玉。加入这个鱿鱼，白玉啊啊啊，白玉，对对对，下白玉了啊，开始了啊，哎呦，好嘞，哎，把这个鱿鱼对放进去，这叫勺嘛。粉线啊，就加点粉线，哎，对，有那种挂糊的感觉哈，烧菜是吧？这就是咱们说那个烧汁的关键了，对，又挂汁又香哈，浓香汁中，然后最后再淋入我们的花生油，再加点这高油酸的花生油，烧至3分钟左右，勾点芡，再点点明油，这菜啊就做成了。翡翠白玉，对，过年了嘛，要这个名字要好听，要好听，寓意要好听，要带着富贵的感觉，对，这就像过年的样。哎，那我是先尝翡翠，先尝白玉呢，先吃肉，这是重要的哈，你看你瘦了，哎呦，这白玉您吃，北京话说您吃，味道怎么样？哎呀，这要一
鲜的是吧？是、啊，对，过年就得有这种气氛，对对对，是吧？热热闹闹，今天没人给我抢了哈、啊，一盘菜哈、啊，我没筷子，抢啊。这道菜你往桌上一放，相信这孩子们有面儿，哎，就爱吃这道菜哈、啊。对，你说到孩子了，那咱开始吧。祝孩子祝福一下啊，新的一年，祝孩子能够学业上突飞猛进。哎，做事业的，做事业哈、啊，对，前途似锦。祝大家呢，哎，祝大家万事如意，平平安安。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欢聚，拿起手机记贺卡；喜悦，拿起手机记贺卡；思念，拿起手机记贺卡；美好祝福，拿起手机记贺卡。一口好酒需要原粮的融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千年的沉淀。仰韶酒业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一方好水酿一方好酒，五谷精华成醇厚佳酿。黄淮名酒带五粮浓香代表酒，五谷春酒业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黄沟复合香，中国复合香型白酒始创者，一口四香，香高味长。黄沟复合香，醒酒就是快。黄沟酒业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青山秀水方得一品佳酿，岁月积淀终有百泉寿酒。懂健康，喝寿酒。寿酒集团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老子故里，酒道之始，黄淮源头，名酒天成。中国礼遇，国字宋和。宋和酒业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一杯贾湖酒，品味九千年，代表中原，献给世界。贾湖酒业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欢聚，拿起手机记贺卡；喜悦，拿起手机记贺卡；思念，拿起手机记贺卡；美好祝福，拿起手机记贺卡。香香美食由川味火锅底料大红袍特约播出，放心好味，更红年味。也许不在意每一餐剩下的食物，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反对浪费，厉行节约。自古男儿男子强，无惧世事，不慌不忙，万样出面不可能，就算敌军战马百面墙，相逢一笑可笑不恼，今世无牵挂，战马两银枪，不用何方四宝，故事由我自己来讲，天生我自比武，反地斗山羊，我们的欢乐年。